来啦，慢吃慢吃。罗拉是带头的，还是只是刚好进？刚好刚好哎。这些贴着贴着，对，贴着。好，其实应该去三垒那边拍。跟小花比起来，罗拉真的比较近。超近的，小蛙是整个活泼到不行，真的是超活泼，不太行。你讲好听叫活泼，讲难听就是小宝。这你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小宝，这些能力提高。那你前面那是谁？哪一个？那个女生。哦，那个是阿蜜，舞蹈怎么的？难怪说奇怪，怎么他一直在那边？今天是谁拿？哦，哇，其实今天也算蛮危机的。中间那个要是没猜好的话，哇，那个 nice play 真的是。不是有一个那个双杀的那一局，那局你要一下哦，那局真的超轻松。然后我这里面已经摆上来整理照片，然后突然一个 nice play， 哦，赶快精神杀回来，超好笑。基本上就是看谁先，差那一分差多了。哇，拿好拿满。那我在想，我刚刚其实应该走过去三垒那边才。我们距离都差不多。不是啊，因为他们等下测试从三垒那边走，那个位置那个牌子下去，没差，反正。直接放过去了，有点来不及，那边没有位置。哦，爱你。三倍的极限可以拉那么近，没有，这只是刚刚好而已。我怕拉太多会变那个，会变糊掉。对啊，想说这样录就刚刚好。但那个总经理是活泼，疯的嘞！哇，明天就刺激啦！明天我们那一群都在那里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哇，明天那边也要一波龙象大战了，我跟你讲。头目位置会飘过来是不是？那就疯了，风向没有。哎呀，疯的问题啊！哎，他们这个时间点，其实他们也应该还可以继续待着。那边应该可以吧？他们那边可以待到好像赛后一个小时，我记得对啊，就是给，反正就是给你时间呢。他主要是这边的草要清掉，这边。反正住户要那个。哇，爪迷都拜拜。对啊，你说那个天母条款？没有啦，好像是也。我知道啦，就是政府规定时间不能接。也不能怪他们，是不是？非战之罪。你说像洲际啊，像那个什么，也可以唱东西。对啊。我是觉得说，心灵选的要真正的地方，就对。你就知道这边人家是要打球的，你在那边唧唧歪歪。没事啊，反正他们，你不让我们用喇叭，我们就用人声嘛。啊，你一样还是会被吵啊。真乖。
哦，没有音乐好烦哦，真是讨厌。震荡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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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好了，往好处想，我不用担心版权炮了。啊，沈东伟、李凯威、喂、沈东伟、喂、沈东伟、李凯威。他疯了，削蛙。